很多朋友都说 US 这边的款式非常好看，那这一期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款式。现在是批发市场这边大量上新的时候，款式也是最多的时候。风衣跟西装这种比较厚的春装外套只有北方地区能走，有些地方能走到五一，如果说你们的节奏能把握得好，还是可以上这样子的春款外套。现在非常流行荷叶边的这种叠加领，T 恤就是白色、杏色这种主流颜色好走。很多朋友都问过这样的问题 ，US 这边是不是很多潮货的？因为在三河那边还有十三河那边看到很多牌子跟这边的牌子是一样的。其实不是，在 US 这边很多档口，在十三河还有三河那边也是有的，他们都是一盘货。像这种类型的档口，他们就会比那种韩国原单的档口的价位低一点。每个批发市场都会有潮货，但是比例总的来说是相对少的。如果说一个批发市场全部都是潮货的话，那它很难生存下去，尤其是在广州这种一级批发市场。中高档市场的颜色就会比较多一点，尤其是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因为他们那个颜色调的比较正嘛，比较好走。半身裙这个类目这几年一直都不怎么样，前几年半身裙是很火爆的。挂在前面架子上面的这些是他们清仓的。前面这种大版 T 恤放心穿到160斤都没有问题。前面有两款荷叶叠加领的上衣。实体店如果说你是在比较难的地方，像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春款现在是走不动了，现在大家都是穿短袖。碎花的这种直筒的连衣裙每年都会有，但是这种裙子它是跑不了量的，它只能当做平价款式。今年出的春夏款式都是淑女类型的多，白色西装春天好卖，不过到秋天白色是不太好走的。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